现任暖暖区市议员林敏勋在这次暖暖区四人抢三席市议员选举中，得票数7107票，高票当选连任成功，得票率38.69%，是全市议员中最高的，得票数则是全市议员中第二高。对于乡亲们的支持和肯定，林敏勋特地协同太太以及爸爸妈妈向暖暖区的乡亲们谢票感恩，强调未来四年会继续为自己的家乡暖暖来打拼。那首先呢，非常感谢我们基隆市暖暖区和我们所有的乡亲父老好朋友们给予敏勋机会，那在让敏勋在这一次的基隆市议会第20届的市议员选举第六选区，在暖暖区敏勋得到了7107票，那也是本市得票率第一以及本市的第二高票。那非常感谢我们这么多的好朋友的支持，那更加感谢呢，就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太太以及我们整个竞选团队的努力，那我们一起用心经营，然后这四年来也获得了乡亲的肯定。那敏勋在此也非常非常感谢各位乡亲好朋友，在这一次有7107位的好朋友把票把希望寄托在敏勋身上。那未来呢四年我会继续努力，感谢所有好朋友给我四年继续服务的机会，那我们一定会用心打拼，为我的家乡暖暖继续服务继续打拼。那感谢大家，也谢谢大家的支持，感恩，谢谢。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